窦骁晒与何超莲合照，恋人最真实的模样，隔着屏幕都能闻到狗粮的香味。自今年四月底宣布恋情以来，窦骁和何超莲的恋情就备受网友们的关注，这两位也时不时的撒一波狗粮，感情十分不错。近日窦骁何超莲度假照引起很多网友关注。11月16日凌晨，窦骁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与女友何超莲的恩爱照，两人在海岛度假，摆出各种甜蜜的动作。窦骁与何超莲的恋情一直都很低调，这并不是不可理解，因为他恋爱的对象不是别人，是赌王何鸿燊的女儿。如果是按照过去，两人的关系根本不对等，也就是说没有门当户对，这是不被允许的。当然时代不同了，不会再有这样的说法，但是何超莲始终是出自名门望族，不夸张的说他个人的身家绝对比窦骁乃至他的家族要多得多，难免会有一种女尊男卑的感受，甚至会被人说闲话的嫌疑，这就是富家大小姐恋爱的难处，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两人恋情公开后一直低调的作风，真是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狗粮的香气。